亲爱的家人们，平安，平安。我们感谢神，因着他，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能够成为一家人。阿门。现在有请大家一同来站立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。敞开我们的心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。哈利路亚。大声的敬拜。阿门。我进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探视赞美你。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心是山大穹苍，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。我向你敞开心，毫无保留，让我奔向爱。神的面前，我们真的要怀着一颗火热的心、喜乐的心，不停地向神来献上赞美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感谢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在万民中来称谢神的名，在列邦中来歌颂他，因为他的慈爱高及诸天，愿神的荣耀高过全地，神的眼目必时时刻刻来看顾我们的。敬拜，全心呼喊，全能的神愿你降临，慈爱双手，大能半杯，直到如今人心圣洁。大声敬拜，大声敬拜，全心呼喊。神愿你降临，慈爱双手，大能半杯，直到如今人心圣经，你眼目必看顾着你，全部你的儿女，你必看
找找三个人，对他们来说，神必看顾着你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
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亮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亮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吗？有一份爱是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但是却看得见，那就是神的爱。Amen. 耶稣的爱激励我们，敞开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让我们也学习他的爱。Amen. 让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现在有请牧者小组长上来，一字排开，需要被祷告的、被祝福的弟兄姐妹可以陆续上来领受祝福。弟兄姐妹要凭着信心上来哈，要凭着信心。我相信在生活中、在工作中、在你的身体健康中，你们都需要被祷告。我们不要把它隐藏在心底，我们要大胆向前。千万不要客气哦。小组长、司机组长，你们都上来哈。小组长、司机上啊，小组长跟司机组长。心中熊熊爱火，我
稣爱，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摊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出爱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，将我们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